庄涛。我今天的搭档还是大家的老朋友苏东老师。对阵双方分别是美国女足和中国女足。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，双方来到了决赛的赛场，距离冠军仅仅一步之遥，但是这一步注定只有一支球队能够跨过去。快速把球铲断了，米斯，看看他们如何组织这次进攻。这球该有了吧，破坏了对方的射门机会，解除了球门前面临的危机。球传给了霍兰，绝佳的机会打到了立柱上，防线的危机现在解除了。这个球他们差点就打破了场上的平衡，取得领先，但最后却被球门门框挡住了，非常可惜，他们只能另外再寻找机会了。后卫把球清理出去了，看看传球质量如何。没有急着处理，还在寻找机会，球打偏了。前场抢断了，这会是个机会吗？球传给了霍兰，王霜，看看传球质量如何，看他怎么处理这个球。单刀球面对门将，门将防住了，这种绝佳机会可遇不可求啊！哈哈。直接开到了禁区里，考验不到门将啊，球被扑出去了，不过警报还没有解除，感觉门将是长舒了一口气。这也能够理解，刚才那个扑救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卡塔利娜·马卡里奥，考验门将了，危机被门将化解了，精彩的飞身扑救，一个好门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没错，看起来并不着急起球，对手很难拿住球啊。防守队员成功的挡住了这脚射门，裁判吹停了比赛，应该是有犯规吧。李梦文，张鑫，好抢断，球又回到了他们脚下。苏利文，卡塔利娜·马卡里奥，机会来了，漂亮的扑救，门将防住这次单刀球的机会。角球开向了禁区中央，这角球啊直接送到了门将手上。这个大范围转移的视野很开阔，张睿，平局的局面让他们更有耐心了，打破平局的机会，有机会展开反击。对方反击的时候啊，防线的反应有些过慢了。这球板上钉钉了，这次攻门距离球门很近，但进攻队员的动作完成度不高，球没什么威胁，直接被门将轻松得到了。这种球对门将来说构不成什么考验，他断送了一个绝好的机会。是，机会到了他脚下了。刘佳慧，好球，队友拿到球了。张睿，哎，这球越位了吗？
摩根，皮尤，现在球权属于对手，球传给了霍兰，相当好的机会，门将扑到球了，但是没有拿到，投进了，这是今天这场决赛的第一个进球。看台上球迷，你看看，已经沸腾了。这个球仿佛道出了门将的无奈啊！有时候你做出了一个无比精彩的扑救，但球最终却还是进了，而你对此却又无能为力。僵局被打破，目前比分1-0。卡塔利娜·马卡里奥，林赛·霍兰，上抢效果还可以，对方的脚下球拿不住了，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，这个球有机会啊，这肯定不是他心里想要的结果啊。在我们看来，这样的射门更加接近于浪射。他们在贯彻战术意图方面还是显得不够坚决，今天的比赛踢到现在，机会明显比对手少了一截，看看他们这次能不能防住对手的进攻吧。球被断下来了，遵循进攻有利的原则，裁判没有吹停比赛。球被对方拦截了，这波进攻啊到此为止了。千里走单骑的戏码来了啊，机会非常不错，这次解围及时破坏了对手一次非常好的机会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关键。球迷的意思是直接打门啊，是这球该有了，可惜了啊，这脚凌空没有打进啊。凌空射门是很考验技巧的，哎，其实这次已经很接近进球了，可不是吗？哨声响起，双方上半场的对决暂时告一段落。让我们回到比赛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表现，这次是中国女足开球，柳佳慧比分落后，他们也是没有急躁寻找机会，这必然是个细致活啊，没进啊，门将站出来化险为夷啊，能利用这个角球扳平比分吗？这个解围不是很彻底，危机还没有解除，皮球稍稍偏出球门，这守门员吓了一身尿啊！看得出来他们急切的想尽快的扳平比分啊，毕竟他们的目标不是平，而是拿下这场比赛。是的，林赛·霍兰，皮尤，他带着球啊，是向对方球门一路前进，绝佳机会啊！哎，球进了！他们现在两个球优势在手，冠军奖杯已经是触手可及啊！回放来了，再仔细看一下，漂亮的二过一配合，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让门将鞭长莫及啊！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-0。这脚转移啊，就好像是他站在司令塔上俯瞰全场做出的。啊，传偏了一点，出界了，接外球。摩根，凯利奥哈拉。霍兰接到传球，绝佳的机会，这脚射门让门将做出了一次精彩的飞身扑救，但是这仍然不足以攻破他的十指关，球直接往禁区里开，门将再一次成为了球队的英雄，他这个反应速度太快了，和队友打了个战术，在后场用滑铲抢回了球权，
边裁的旗子指向了角旗区，角球。头球力量不是很大。哎呀，对门将小菜一碟。哎，常规时间已经过去了60分钟了，还剩最后的30分钟。这次抢断啊，充分体现了他的防守意识，就看他的表现了。漂亮，在最后一道防线上留住了皮球，对手的进攻只能无功而返。在禁区内，进球良机啊！克里斯汀·普雷斯，卡塔利娜·马卡里奥，对手拿到了球，机会出现了。这个射门被防守队员挡住了，好机会！这次扑救很精彩，也很重要，直接开到了禁区里，没什么效果啊。交给了吴海燕，没有威胁球门的机会，挡住了射门。他们现在已经摆好了架势，等待对手的攻势。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拦截，在对手真正威胁到球门之前，及时的化解了对手的攻势。防守似乎有空档啊，一个绝佳的机会，守门员防下来了。是啊，门将这次真的是没有瑕疵的防守，完美。他们的替补队员要登场了，守门员把球没收了。拉维尔反击的时候到了，球被对方抢走了，反击计划半路夭折。还有15分钟，比赛就会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。传给了王珊珊，在自家禁区里这么抢断啊，真是大心脏啊。林塞·霍兰，拉维尔，这个拼抢破坏了对方的脚下球，机会，门将立功了，把球拒之门外。教练准备派上他的替补队员了啊！传给了身边的队友，还是一个角球。这次想打个战术，艾米丽·索内特。他的盘带技术不错，继续带球前进，绝佳的机会，球进了，分差来到了3个球，胜券在握。看看他们的这次配合，连续的小范围传递，灵活的跑动，默契度满分啊！在这种距离攻门，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。裁判马上就将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，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。摩根，他一路带球狂奔800余里啊，不容错过的机会。这么近距离的攻门啊，大家都跟着捏了一把汗啊。门将今天这个状态啊，绝对是飘红的。
非常极限的把球挡了出去。门将刚刚的表现可圈可点。对，角球奔着禁区去了，挡住了对手的这次射门，传给了绍尔布伦。绍尔布伦拿到了球，自家禁区一次重要的抢断。王霜非常漂亮的花式动作，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。他让对手轻易就过去了，门将还是碰到球了。这球有了，这个球可就不能苛责门将了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-1，接下来会有3分钟的伤停时间。拉维尔，克里斯汀普雷斯打穿了对手的防线，防守太及时了。比赛结束了。